你捡那么多啊？哦，好。我看。啊，捡好多。哇塞，来来来，来我们的丰收的，1、2、3。好。哎，这里就是。落地了，我知道。啊，有什么？小朋友有没有摸到？啊，你有摸到一个，来拿近一点。哦，福寿螺，好。来，拿过来一点。看不到，好，谢谢。来帮你们拍热血，快点！来，妍希拍一下热血。发芽苗，发芽苗，插秧哦，用抛的啊、今天是我们世界国小哈所有师生，当一日农夫哈夏田耕作体验的日子哈。因为学校从119年，我们把这个在地哈农耕的课程呢，把它当作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那让孩子们从稻米这个一生的成长过程，到亲自能够夏田栽种啊，然后分享这个丰收的这个体验哈，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去了解说农夫的辛苦，那也知道春耕收秋收的一个喜悦。今天在夏田耕种之前呢，学生呢还先练习啊，或者是体验一下哈，在田里面抓这个福寿螺哈，让他们了解说在耕种的过程里面多少有一些危害成长稻米成长的一个一些生态哈，那也希望让他们了解说福寿螺在整个捡取来之后该怎么来处理啊，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也可以拿来当作喂鸭啦、喂鹅啦这一些的饲料哈，也让它整个生态让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好，谢谢。其实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就是可以让他亲近大地，然后玩一下泥土，然后种种稻米。可是最后我们还是会稍微整理一下，因为他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就是正常的那个耕作的模式，好，然后下去运作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田就是会在规划、在整理，然后之后正常的生长，大概是这样。